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，贯彻了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，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。工业战线上不断传来喜讯，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的12000吨水压机，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高一级的自由锻造水压机，它能够锻造200-300吨的特大钢锭，是重型机械制造工业的关键设备。1000吨水压机是我国自己设计，并且全部用焊接方法制成的。大连机床厂又生产了几种新机床，复合式钻床是由3台钻床组合在一起的，3面同时进刀，1分钟就能钻好58个孔，出入刀都是自动的。这是自动组合公司机床，几十个丝孔只要45秒钟就能钻好。这些新产品的试制成功，将更快地促进工业的发展。陕西省长安县终南山下有一片稻田，叫蛤蟆滩。这是黄埔公社胜利大队1生产队。解放前这里没有村庄，农民分散住在地边的草棚里。解放后，这里的农民走集体化道路，粮食年年增产，生产队有了30头牲口、3辆胶轮大车，还有各种新式农具。家家添了新衣新被，住上了新瓦房，如今蛤蟆滩变了样，人们把这儿叫兴隆庄。现在兴隆庄里的贫下中农子女有了学习的机会。党支部书记王嘉宾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阶级苦。过去农民种地主的地，住在破草棚里，整年辛苦还缺吃少穿。最早参加贫农互助组的王嘉宾现在是党支部书记。陈家宽是生产队长，董炳汉是贫农组长，他们像亲兄弟一样团结在一块儿，带动群众走集体化的道路。今后他们将把蛤蟆滩建设得更美好。上海闸北区的翻瓜弄，翻瓜弄解放前是个贫民区，王兰花在翻瓜弄住了20多年。解放前他家祖孙三代讨过饭，他的二儿子就生在露天里。人民政府彻底改建了翻瓜弄，盖起了10座5层楼房，这儿的水电、煤气、卫生设备齐全。
王兰花高高兴兴地从破房子里搬出来，迁到新楼房去。王兰花现在是翻瓜弄里弄委员会党支部书记、区人民代表，她的丈夫在虹口区清洁管理站工作，她的二儿子已经是大学生了。翻瓜弄的500多户居民都将陆续搬进新房子。内蒙古自治区今年获得了公社化以后第6次丰收。1964年牧业年度内，全区幼畜增至了1000多万头，比解放前1945年牲畜总数还多。锡林贝尔是呼伦贝尔盟诺门汉草原的一个新建的边疆牧民新村。老人、妇女、儿童定居下来，青壮年出外流动放牧，定居地还有了牲畜棚圈，生产发展了，人的健康也得到了保障。朝尔如布一家去年收入了2000多元。锡林贝尔有了供销合作社，牧民们就近能买到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。这里有了小学，200多牧民子女在这儿学习。草原的面貌正在改变，社会主义新牧区越来越繁荣兴旺。十几年来，大兴水利运动在全国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。安徽省兴建了辟史航沟通综合利用水利工程，这个工程是把淮河流域的辟河、史河、长江流域的杭布河沟通起来，充分利用佛子岭等5大水库的资源进行灌溉、航运、发电。从1958年起，修建了支干渠道1000多公里，各种水利建筑200多处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体系。现在已经有300万亩丘陵高岗农田得到了灌溉。今年，这个灌溉区的早稻普遍获得了好收成。